龙虾尾的制作掉出来了，大家伙可以看一下。龙虾尾倒入盆中，凉水或者温水把它冲洗两遍，不要用太大力气啊，以免黄容易流失。准备葱姜蒜红辣椒圈，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红辣椒放入锅中，龙虾尾放入锅中，现在是两锅的量，生抽一匙，蚝油放上一匙，料酒一匙，香醋半匙，加入适量的十三香，口味重的可以多放点，糖放入半匙，罢了罢了，中火收拾五分钟，加入少量的鸡精调味，放入青辣椒点缀，稍微留点汤汁啊，才好吃一些。这么简单的龙虾尾教程，它就出锅了，直接给你脱壳，这么简单，你学会了吗？猫眼螺出锅了哦！咦，猫呀，有没有知道这为什么叫猫眼螺呢？因为长得像猫的眼睛，所以叫猫眼螺。还有呢，这是可以吃的啊！不是说大黄肯定没电吃吗？嗯，这下面也挺多，特别嚼劲。进来的各位姐姐们可以看一下，很多人都说啊，你们永远买不到主播手里面的东西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家的龙虾尾，一包200克，99米，12包，138十七包，下面给我升，可以看一下。两个扇贝，给大家熬夜换两个双击，大家熬夜给自己。